小友慢走，我见小友执掌一枚荒天仙令，你当是我荒天仙朝三千仙客之一，为何要走？呵呵，你们荒天仙朝仙门太高，我这般俗人手持令牌在仙门之外等了几个时辰都未开，我何必死皮赖脸进入荒天仙朝？什么？竟有此事？秦绝林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随风小友手持荒天仙令，便是我荒天仙朝三千仙客之一，为何不开天门？回禹皇大人，今日天门出了些问题，并非是我不开天门。呵呵，你这话说给鬼听，你看得信吗？多谢禹皇大人好意，在下还有要事，就先走了。小友且慢，混账东西，今日随风小友若是走了，你也可以走了。随风小友，是我有眼不识真龙，还请你入仙门。呵呵，你在求我？我？啊，对对对，我求你，我求你。不好意思，我没看出你的诚意。小子，你现在你觉得诚意够了吗？你是在给自己挠痒痒吗？小子，差不多得了，别太过分。那我走。你算你狠。看你如此诚心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加入荒天仙朝吧。呵呵，随风小友，既然重掌荒天仙令，那便是我荒天仙朝三千仙客，随老夫入仙朝吧。哼，随风小儿，今日之用，来日必将百倍奉还。随风小友，我荒天仙朝拥有三千仙脉，其中仙气浓度强弱不一，按理说你小友万古不见的妖孽天赋，你应可占据一方强大的仙脉，但奈何我荒天仙朝借以排名论辈谈资，三千仙脉皆不有主，所以只能暂时委屈小友入住那最弱的第三千座仙脉了。我所持仙令本就是第三千位，何来委屈一说？